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老板圈圈，欢迎来到圈圈解说。解说大家送上的是拳皇九五的爽快局啊，有一批刺客对两批新装，看一下双方选择的角色啊，一批永远是三问啊，金加班对上将军打了一个身后啊，起身，哦漂亮，刚才这个起哇，这个逆向打了八连啊，刚才这个金加班真的是有点太秀了啊，摸到一个最低点的逆向，然后各种操作啊。打了一个下臂站 A， 哇、哦，又是一个必杀，哇，这套不科学啊！怎么讲呢？这个版本他已经不是最厉害的了啊，但他依然是最秀的。对，啊，他是秀的王者，当然不是比分的王者。好，下 C， 好，空中一飞站 C， 好，再跳 CD。啊，跳出来打身后，金加潘的话还是要摸对方的头顶啊。一般他是下 C 打对方的不可蹲防啊，应该是站防，偷闪啊，叫做有了有了有了，哇，漂亮，哇，这个金加潘啊，他的攻击方式主要是跳地，然后打对方转身，如果说不转身的时候，直接可以打背。而且他的跳地的话有一个很强力的盲点逆向啊，偷到的话落地就直接可以折。好了，血又红了啊，血又红了，又要开始搞事了啊，金馆长又开始搞事了，什么鬼啊，连续被 counter 啊，这个下 AK counter 完了，兄弟让你 counter 我，哇，还敢不敢 counter 了啊，弄到死啊，最后还是一个下 C 终结。哇，这把也是真的够了。好，卢卡尔来了，完了，完，哇，漂亮，这个终结太帅了，这个终结一气呵成啊，根本是没有拖泥带水。看一下这把隧道什么角色啊，我还是喜欢看三问，然后喜欢看 SP 的版本啊。原版虽然说下血快，但是它的骚操作越来越少了，非常的少啊！看一下第二局，好，压到板边，连续压板边，走一波，对方没有反击，不科学啊！最后还是乱动啊，打了一个起身，好，跳 B counter， 站 C 凹一段，下 C 再扣，没有手刀，不科学啊！三连，一二三四，哇，打晕了。每一局都要打晕啊，都要打晕对手才舒服，你说这爽不爽快啊？有时候看这个游戏不光光是看输赢啊，输赢我觉得现在真的很不重要，非常的不重要，如果说玩到现在还要在乎输赢的话，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要把自己的操作浪出来就可以了，当然保证赢的前提下那就更好了，如果赢不了那也无所谓啊。好，B旁边对方跳空，对方多闪的话还有一丝的时间才能回身。卢卡的打法主要还是站地啊，因为是站臂牵制，然后下臂打镜子偷袭，那等对方倒地呢，跳地过去逆向可以起身折啊，折左右，而且折左右上下都可以折。好，王钢蛋又来了，听说你喜欢染发啊，我就看不惯有头发的，或者是头发比我多而且颜色比我怪的人，我都不能忍受。好，抓过来，跳死地，上折上折，呜、哦，漂亮，一个母猪翻身啊！这个母猪翻身来的非常的及时，又及时又到位，对方真的很受用。拉尔夫啊，每次钢弹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，基本上没有。好，一个下 C 打了一个圆点啊，想跳过来偷袭，直接飞机走起来，完美，大力丸吃到饱。各种大力丸啊，近身的话对方有一个近身抓的空间。好，阿雷雷兄弟母猪翻身来一把啊，翻不了，完了完了，还要阿雷雷，呜、哦，还敢不敢了兄弟，上下发红的一个必杀，再见，太可怕了啊，太可怕。We'll be right back.
要么敢爱敢恨，快意人生；要么没心没肺，单纯到底。不要成为那种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仍旧过不好一生的人。你给我的狗。